どうもこんにちは、志保一世です。我现在在屏东火车站，新的屏东火车站。最近关于屏东火车站的影片应该是太多吧，不好意思。又新又漂亮，很好。但是最近我发现一个新的屏东火车站的问题，是关于它的这个东西中文怎么讲，我不知道。关于他的事情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太狭窄？太狭窄一把，这是为了眼睛不好的人做的设计的东西吧？应该高雄火车站也没有这样的事情，连之前的屏东火车站也没有吧？嗨。如果有特别的理由的话可以，但是只有设计的问题的话应该是改变比较好。你们会不会觉得奇怪？那么漂亮的，那么新的很好的火车站，但是这个部分有点可惜的感觉。对大家很好的火车站才可以说新的火车站，很好的火车站吧。我们眼睛没有问题的人的话应该是没有在意的部分吧。但是我也有眼睛不好的朋友，应该对他们来说就是不亲切的设计吧。如果有特别的理由的话，就是我变淡而已。嗨，また会いましょう，再见。谢谢收看我的 YouTube。如果你对支付一直有兴趣的话，请订阅一下我的 YouTube。然后还有我的 FB 的专页，请按赞一下。